机械战士七合体 GIGA 超级机械霸王，变身成为七辆小汽车。你看看，哇！一机械战士哪一台是什么名字？你知道吗？终极霸王。这边有一号是橘色的，红色的。然后这个二号是 D， 三号是 T， 然后红色直升机的是七，它是 Y， 然后黄色是 V， 绿色是 Z， 我喜欢的是 Y， 黄色是 K， 哦，所以这个是机械战士 X， 然后绿色是机械战士 Z， 哇，这一台农用机是 T。那这一台直升机是什么 ？Y。Y， 对。那这一台是 Turbo D， 这一台是 Turbo V。然后这是鲨鱼车，这是。这是 Turbo。然后这是赛车。K。然后这是赛车，然后这是飞机。对。哇，那你这也有货车啊？老板，你看这个很多飞机呢，一个是直升机，一个是飞机。是。那你喜欢哪一个？这一个。只能选一个，只能选一个吗？那你也要这个，因为这个也是飞的，它也。那你会把它变回去吗？变回去。变终极机械霸王。先把头拿起来。还是先这样，我们明天再来变，因为九点多了，等一下要休息了。嗯。这个对你来讲，要第一次就会变。难度很高啊，要慢慢摸索啊，要看说明书，依依你来学看说明书，你看 D 在哪里，要怎么变，哦，以后你那个玩玩具也一样，你要自己学会看说明书，哦，像它这个地方就是它的，哦哦哦，哇，摔下去了。你如果这样摔下去断掉，爸爸也没办法了，知道吗？哦，自己学着看说明书，看怎么修理，要怎样变身。哦，不要急哈，看说明书，一步一步学着操作哦。如果要变终极机械战神，第一步要先变哪一台？有装回去吗？先把它装回去。嗯，这要怎么装呢？你看。这个就是在前面，哦，所以就是摆这样，然后对着它下面，你坐右，爸爸说前面，前面是哪里？前面是这里，所以要这样子，有没有对到那个孔？好，然后拿起来，从下面给它按按，那个孔要按一按。大力按，都有卡进去了吗？有咔咔咔的声音吗？哦，这样就行。哦，你差点又修理一台，我用不另外一台。买这么高单价，就是会有这种。差一点点。是没有压力啊。刷一下，那是一台，一台还未用好，搁要削歹另外一台。对啊，我用到这边点了。哇。加拆掉了。要拆掉做什么？拆掉变成终极霸王。终极霸王。